开台啦，开台啦，九点半又要睇达哥，听到吗？听到吗？声音画面有冇问题？啰啰啰啰啰，听唔听到？听唔听到？听唔听到？听到吗？声音画面有冇问题？吓 ？Over over。冇问题啦，吓、啊、？OK OK，Let's、okay, go，Let's go，Rock and roll，Free play 冇咩问题咯，三个都只会赢，冇问题噶啦。咁咧就首先咧讲下巴塞咧就已经攞咗今年西甲冠军嘅啦，皇马就冇可能噶啦，就要息尘嘅，就冇噶啦。因为寻日阿巴塞系赢咗马体会，系嘛，赢完跟住就冇啦，冇仇报啊，追唔到啊。已经预先赢咗成条街，已经搞掂，冇办法再追啦。咁啊 ，C 朗嘅饮啊，咁咧好多人讲啊。上年美斯就话咩咩要带领，佢话因为上年巴塞踢到成劈屎啊，之后美斯就讲咩下年话咩向所有球迷保证咩会推巴塞上高峰。咁啊，我都话咗嘅，即系嗰个休息嘅时候，我啊闹我美斯，我话你睇下你踢到成劈屎，我话球巴，我话散宝，我话你唔系打中间嘅材料，我话你弹开，我话你唔好啊几吉吉，咁啊，终于啦，即系教训咗一轮，今季踢得好少少，即系有苏亚雷斯加入等等等等咧，就 OK 啦，轻松松，系嘛？你咪好。利物浦点睇？唉，利物浦嗰场啊阴公住，嗰场系打水晶宫，系谢拉特，谢拉特都算同我有一个渊源嘅，都有个渊源喺度嘅。但系就谢拉特都我都识英雄做英雄啊，即系咁啊。但系谢拉特拉屎嗰场就麻麻地咯，就打水晶宫，但系最后系输，好似仲系输咩啊？输1-3啊，好似系嘛？阴公住即系最后一场。都冇办法攞个美彩光荣退休咯，咁啊唔系几好咯。佢挂靴啦嘛，好似系嘛，即系佢而家佢拉屎一场代表利物浦未退休，好似有咩去美国嘅，佢话去美国踢定点样系嘛。总之就系而家最后一场代表利物浦咯，冇办法拉屎好头好尾咁样咯，系嘛。咁啊，跟住咧就有单新闻咧，大新闻嘅就讲巴士司机大战的士司机嘅，咁大家应该有睇过有段片啦。最近一开头咧，段片系点咧？就一开头咧就喺个巴士嘅窗口嗰条友，唔知喺度影，戳下戳下就见到架的士喺度嘅。之后咧个巴士就停低，之后咧嗰个 cam 咧就行咗出去嗰个巴士门度，夹出去影噶。好，俾得靓啊！哎呀，可惜啊！跟住趌咗出去影，跟住的士司机咧就唔知好似好臭咁食嗰火药咁样嘅，就喺个的士门啊出嚟趌出嚟，咁啊怒气冲冲咧咁啊冲上个巴士度啊，冲上个巴士度，跟住咧，哎呀，跟住咧就巴士司机一入嚟啊，的士司机一入到上去咧就喺度讲粗口噶啦，你乜 X 嘢啊？你乜 X 嘢啊？你吓、啊、打晒灯仲作咩炒埋嚟？系咪搏炒啊？去搏炒啊？佢搏炒嘅意思唔系指巴士司机会俾人炒啊，如果佢系指撞车，我估系咁啊。我推理就系话你系咪搏炒啊？跟住巴士司机系全程冇应过去，想闩门。巴士司机第一件事揿闩门，之后咧嗰、那个的士佬咧就揿住栋门就话闩咩门啊？唔俾闩门啊！跟住咧你估巴士司机点做？巴士司机又好啊，唔闩门啊，照开车，啊开车。跟住嗰个的士佬啊，继续喺度讲粗口，咩打晒灯，咩咩咩，点解你仲喺度咩噶？你系咪搏炒？识唔识揸车噶？咩报警啊？报警啊！即系咁喺度讲，闹啊，劲狂讲粗口啊，闹狂闹啊，巴士司机，你识唔识揸车啊？唔知点点点，之后巴士司机终于忍唔住后咧就驳嗰句，佢就话咩报咩警啊？佢话咩你而家坐霸王巴士唔使俾钱啊？俾钱啊！俾钱啊！因为个巴士已经开紧啦嘛，已经系开紧。之后咧，嗰个的士佬即刻开始熬底，因为已经驶咗起码几百零二百米嘅距离啦。即系佢要翻翻去架的士，佢架的士仲漏咗喺个街度，唔知点啊！开咗栋门就冇闩翻好，随时俾人去 GTA 咁啊，随时俾人偷鬼咗。佢嗰阵时已经有啲熬熬地啊！
个巴士司机喝佢，俾咩钱啊？啊，俾钱啦、啊！佢话唔好再喺度咩咩搭霸王车，我报警拉你啊！俾钱。跟住嗰个的士佬咧，咬晒底嘅就即刻掹银包出嚟，掹个银包出嚟扮嘟八达通，扮嘟八达通。之后咧，巴士佬就话未俾好啊，我话未俾啊。跟住嗰个的士司机个咩黐线嘅，咩未俾好啊？即系开始个气势咧，本身系狂闹人嘅的士佬就喺度成日讲到自己揸车好劲啊，点点点。嗰阵时个一开头佢上阵嘅威势插入嚟啊，巴士啊就系威系势嘅，谂住闹我执一身彩就闹我巴士佬。跟住点知巴士佬唔鬼，一开头咧就默不作声嘅，就系咁喺度开车，越驶越远。佢系醒目嘅，呢个巴士佬啊，佢系要有个地利，佢知道咩叫地利位置。咁咧佢就知道越驶越远咧，佢系越不利。跟住咧，加上咧佢系知道有人拍紧片啊，佢系知一开头特登唔出声，唔知啊，可能佢本身都有修养啊，巴士佬未必话因为咁计算咁多，但系地利就可能佢有计算到落去。咁佢有一个兵法喺度，咁越拖越远啊！咁嗰个的士佬啊，补给线啊越嚟越远啦，系嘛？因为越嚟越远啊，跟住于是咧，佢又开始咬底啊！佢话：唉，你想点啊？系咪玩嘢啊？开始就开始软化，讲嘢都唔够胆咁大声，跟住就话咩？而家有人咩阿 Sir 拍住啊？咩拍紧片？咩摆上网？之后巴士司机咧嗰阵时系红灯定咩停一停？咁咧就嗰个的士佬就想个咩开门啦，咩开门啊，咩咩，跟住后来咧就嗰个巴士佬啊讲一句，佢话拍低佢啊，摆上网好啊，咩拍直呢个人啊，佢话拍直呢个人啊，佢话即系俾大家睇到呢个人嘅意思啩，我估拍直呢个人，咁咧就我听唔清楚，总之佢系讲咩拍直嘅，我系听到佢咩拍直呢个人啊，跟住咧就跟住就继续揸咗一段路之后呢的士司机开始咬底，唉，当我唔着啦，佢话你想点呀，佢话当我唔着啦，我开门啦，越走越远啦，佢话你想报警定点呀，咩备案啦，差人备案啦，佢话跟住佢话咩落差处，个巴士司机就讲落差处落差处，即係佢话落差处都冇计㗎，咪落差处啦，佢话咩备案我唔驚呀，佢话即係越走越远想解决件事。之后最后啊，揸一段路之后，巴士司机先就开门放翻佢走。佢基本上的士佬系完全败走嘅。你可以以为佢一开头气势好嚣张，以为自己赢紧嘅，但系佢就其实系中咗嗰啲兵法嘅，佢完全一败涂地。所以你有时以为啲友咧喺度系威系势啊，即系撩交打。你喺学校嗰啲有时啲友都系咁，你应该好似个巴士佬咁冷静。巴士佬一开头俾佢闹咗起码30秒。系冇讲嘅嘢，就系、是、专心喺度揿佢，冇做佢第一个反应就系揿个闩门掣。佢话好啊，上车好啊，嚟啊，即系就话落闸放狗打仔。佢系咁聪明，佢话好啊，入嚟啊，入嚟啊，好啊。既然你杀上嚟，佢喺度闹，跟住佢第一时间闩咗门，自然好醒。跟住闩完，梗系唔俾佢闩门，照开车，话知你照开，系、啊、嘛，开开开开开。跟住去到越啊越远，越嚟越远，佢冇晒地利，佢又开始咬底。好，呢、這个就我啦，那个巴士佬啊醒嘅，我话俾你听，巴士佬引咗佢入博望波啊，哇！你都可以咁讲咯，个的士，你可以见到的士司机即系拉屎啫，佢虽然把声仲系有中气，但系已经咬晒底。你睇个态度，唉，咩多我唔着啦。一开头就系你识唔识揸车？你睇个转变几大。如果呢一条系一个。已经可以救出一个中学嗰啲课文或者阅读理解，你知唔知咩诗唔知即系用咩嘅咩八分题嗰个诗描述咧？的士司机嘅转变啊咩咩系嘛咩咩几分钟内嘅转变，跟住又话咩点解巴士司机可以赢啊之类咁，已经可以救出一条一个课文嚟答。一鼓作气，再而三，再而衰，三而竭。严格嚟讲，佢都冇啦，点样噶啦？你都唔可以话咁样。其实巴士佬啊，一开头已经同佢正面交锋，你可以咁讲。不过佢系迎击得合时，佢一开头就冇出尽全力同佢嘈咯，佢话斯斯然咁样。咁咧，其他冇其他乘客嘅，唔知点解，好似净系得下层就系得嗰个拍嘢嗰条友啊，就系得拍嘢嗰条友。
咁究竟发生咩事咧？就唔知，因为拍嘢嗰条友咧就差唔多，就净系一开波咧段片咧就见到个的士司机咧就唔知喺靠埋咗一边嘅，就跟住就好似有个人落车定上车咁样啦。之后佢就即刻冲上个巴士度就狂闹咁样咯。咁啊，最后就输咗，所以有时呢啲又唔好以为自己赢硬嘅时候咧就有机会输啊吓，你知唔知？好嚟啦。应该个的士佬都系有少少唔着嘅，我觉得如果唔系嗰条友咩拍片嗰个人，即系点解会拍紧片？一开头佢好似已经有预谋个的士佬会上车定点嘅，佢一开头已经拍紧个的士佬，跟住仲要落少少门咁样喺度睇影个的士佬，之后又再上翻嚟，咁你就知道佢一早有嗰个戒心喺度，你就知道佢之前应该埋下咗少少伏线啊，或者点啊，好靓啊呢下！成功拦截啊！如果你系个巴士佬，你会点做啊？你哋系咪即刻俾个的士佬空到傻咯？空窒你即刻，我对唔住啊！的士佬大哥啊，你哋系咪会咁样？如果我系巴士佬，我会即刻讲咩？我话行车时指住嗰啲咯，咩行车时切勿与司机谈话。咁我就会咁样，一句嘢都唔讲，有佢闹，跟住就自得其乐。我都会系咁揸车，系咁揸车，揸到劲远，兼且唔鬼报警我嘅，我会叫乘客报警，有人发电影响乘客安全嘛。如果我系一个巴士司机，我一定唔出声，我系超遵守呢啲嘢。我话俾你听，好嚟啦，俾咗上去，迪基啊，想接落去靓噶啦，可惜啊。你话咩？我系拍片，我点会啊？黐线！我系拍片，我即刻帮拖啦！你会见到，喂，我话的士佬唔好喺度仗势凌人喎、啊！我话即刻好似李奇嗰啲，即刻企出嚟帮拖啦！点会喺度净系拍片？系嘛？咩冇胆同人嘈？黐线！嘈唔一定赢。我话俾你听，你以为咧？有时你哋系咪偏向就系咁样？我估你哋嘅心态就系嚟话一日人哋聊交嘈啊，或者 M K 喺度即刻我系僆仔啤咩啊？跟住你觉得第一件事就话咩啊？啤咪啤咯，咁就系代表勇气系嘛？你哋系有一种二分法啊！你如果即刻 M K 啊对住你咁讲嘅就哦，你啊即刻啤咩啊？跟住我中意啤你咪啤你咯，咁样你就觉得哦呢啲系有勇气，错呢啲系有勇无谋，你要睇清楚。嗰、那个环境先作，即系还拖嗰啲啊嘛，大佬呢、這个巴士司机咪就系咁样，佢就知道啊。其实佢一开头系唔应该讲嘢，但系佢系俾人系咁喺度屡次侵犯，忍无可忍，佢先要讲嘅。咁你情有可原，明明啊，唔系话一开头就话咩嘈咁啊，有意思有咩意思？大家两个人泼妇骂街，冇意思，冇人赢。阿巴士佬就讲俾你听，佢一个吓、啊、含蓄，一开头就忍让先嘅。系嘛？去到时机未成熟，好似曹刿咁，可以佢先进攻。哦，唔一定话一开头人哋撩 M K 仔，佢喺度留你咩啤咩啊啤咩啊。咁嗰度佢如果成棚，你睇嗰个咩谢天华同咩陈小春去咩球场嗰一开头嗰个咩肥师啊串佢咩红兄咩我黄兄啊咩黑兄我叶玉兄啊，咁嗰阵时陈小春有冇同佢吵啊？咩啊？我咩唔好攞，即刻喺度起晒杠喺度嚼佢，一嚼俾人哋一人坑佢一个可乐樽都几过瘾啦、啊！即刻死，陈小春啊醒目啊，之后佢就系讲：靓仔，你呢个空爷我冇用嘅，佢话你出嚟铜锣湾走翻住，系嘛？咁有意思，即系咁啊！佢啊即刻全身而退啊，口舌上亦都啊占咗佢便宜啊！有时你唔系话一味咧还多啊，或者点嘅就劲啊！有人就话咩？如果答人哋问话咩啤咩啊，之后就第一时间应该答咩吓、啊？你唔啤我点知我啤你啊？跟住就系咁可以 loop 落去，你唔啤我点知我啤你啊？即系吓，系咁喺度无限 loop 落去，系、啊、嘛？通常讲到第几次方之后就会开始打交啦，即系讲咁多咩啊？即刻喺度开拖啦，肯定实打交。啤咩啊？啤咩啊？啤咩啊？你啤我咪啤你咯，你唔知你唔啤我点知我啤你啊？吓、啊、你啤我，所以我咪知你啤你咯。跟住可以继续碌碌碌，跟住就开始喐手㧬啦。一开头就咁心口撞，好白痴。
我唔知点解呢啲系仪式定咩？打交前一定系要有啲仪式，之后就可以攞心口撞玩碰碰车。佢话碰碰车碰完就攞手开始斗拱啊！拱拱下，通常有一个拱得大力啲，拱到条友撞咗埋墙或者啲障碍物啦。如果系课室嘅话，就系台台凳凳，之后咧就会嗰条又俾人拱低，嗰条友就个恼羞成怒就会癫咗，就一锤抽埋嚼落去，一定系咁个故事剧情。以前见得多啊，一定系咁样嘅。之后就开始打，两个人打埋一嚿嘅。通常呢啲系不分胜负，唔会有实力好少话完全悬殊嘅，就会打到。掠埋一嚿啊！啲台冧晒，呀，靓波啊，轻轻松松。之后点咧？跟住就开始打五分钟，就老师嚟啦 ，Pivot 嚟啦。之后就咩事？点解打交？哦，陈小明，哇，黄小蛋出嚟，咩迟到啊？咩即刻入去教员室？之后就喺度两个人就啊，企喺嗰个教员室度，头耷耷，眼湿湿，俾人柄啊！咁样个故事就完咗。呢个就中学生嘅时代发生嘅嘢，啊。好、oh, ，我亲身经历啲笑话，从来唔做呢啲事啊！一开头佢可能我如果我真系要啤一个人，那个人已经濑咗尿，我话俾你听，已经吓到不寒而栗，好似狮子望嗰啲兔仔嗰啲，你知唔知啊？因为以前咧听乡下嗰啲老人家讲，有只幼年嗰啲老虎，即系孟加拉老虎嗰啲咧。吊睛白额虎大虫，即系武虫打虎嗰啲虎啦，咁咧佢话乡下咧就即系有个龙困住啊，好细只嘅嗰只老虎，可能一两岁 B B 咁啊，幼虎咁啊，好细只。咁咧平时咧有啲狼狗咧好恶嘅，乡下你知啊，成日养啲狗即系开门口啊、剩啊嗰啲咁样。咁咧乡下咧，我有个亲戚喺度讲话咩细个。即系想试下，即系狼狗恶啲啊！即系好大只、肥尸大只嘅狼狗恶啲啊，定系虎老虎劲啲？跟住咧，于是咧就将嗰只狼狗咧就吓抱落去嗰个龙困住嗰个老虎度，之后一埋去啦，只狼狗就喺度哇哇哇啊！嗰啲喺度系咁喺度，哇哇哇系咁喺度发癫咁狂吠啊！之后嗰个老虎一开头冇出声。之后望一望，之后突然间，就系咁样一声，之后你估下发生咩事？跟住个亲戚啊同我讲咩？啲只狼狗即刻吓到嗰啲屎啊尿啊全部喷出嚟，唔系真系，唔系濑，唔系屙，系已经失禁。我话俾你听，如果我一望嗰啲，如果我系啤一啲学生嘅话，嗰个人就系咁样，即刻吓到嗰啲屎尿全部喷出嚟。尖甲眼泪都会流出嚟，眼泪就唔会一下子叭叭声流，就系、是、慢慢咁样涌落嚟，慢慢喺度咁样，即系即刻你要听到，我一望过去之后，你第一时间系听到滴滴滴滴有啲滴滴声，跟住啲人咩事啊？佢话呢个人已经吓到濑尿啊，点吓？咩狼狗肉正啲定老虎肉正啲？两样嘢都唔会食啦，你都系攞嚟。攞嚟一个就开门口，狼狗、老虎啊，攞嚟唔知啊，唔知有咩用途，佢啊咁讲。就系咁样咯，吓、啊，即系笑到喷屎，黐线。咁啊，跟住咧，仲有一单新闻系咁咩？就一单新闻咧，就讲咩有个女咩？怀疑咩香港华裔嘅女仔咩模特儿，咁咧就去泰国啊跳奔驰针，咁咧开头咧就咩着比基尼跳奔驰针嘅又好地地咁样啦，咁啊跳奔驰针泰国唔知边度布吉定乜鬼嘢，咁咧就好地地嘅乜事都冇，咁啊跟住咧就准备跳嘅时候咧。而比堅尼咧，大家知道比堅尼係咩啦？就是、三點式泳衣咧，就通常就綁繩咁啊，攬嚟 sex 性感。咁咧就喺就嚟奔驰针，大家知咩活动咧？就喺、是、个高台咁啊，绑住条绳咁啊，跳落去嗰个有啲跳楼啊、剩啊嗰啲感觉嗰啲咁样啦。咁呢个女仔咧，這个模特儿咧，就想喺嗰、那个即系无啦啦要跳奔驰针前一秒咧，突然间咧就剥鬼晒自己啲。
泳衣啊，泳即系下半身嗰截嘢啦，总之就三点式泳衣嗰块嘢全部剥光住，全部除鬼晒，跟住咧就发生咩事咧？就佢就完全冇着衫，裸体咁样跳咗落去啦，玩蹦次针。事后咧，嗰个蹦珠针嘅话事人咧就劲惊啊，就话咩黐线啊，你做咩咁做啊？之后咧就即刻立即逼佢着翻衫，话佢变态啊、性啊点样？咁咧呢件事咧就俾泰国当局咧就好嬲嘅，震怒嘅，佢即刻咧就惩罚咗个蹦珠针，系刑罚人伤，就话你黐线啊，点会俾人哋咩裸体咁跳蹦珠针啊？佢话即系类似即系泰国都系有。即系比较保守啲嘅国家嚟，即系唔可以话成日乱咁裸露啊！你知有啲宗教原因或者点啊？觉得咁咧就而家咧就会用嗰淫涉及唔知咩罪嘅妨碍风化罪定点咧，就告呢个女仔。但系由于揾唔到个女仔喎，个女仔唔知一跳完裸体跳完之后即刻着翻衫就走咗啦。咁咧而家只能够告蚊子针刑还伤啊！咁啊罚佢咩咧？就类似话佢都系协助啦，类似协助他人淫亵定乜鬼嘢嗰啲咁嘅罪名，咁咧就罚佢几多咧？咩1000蚊泰铢，即系几多钱咧？港纸咧系极少嘅，咩200几蚊。咁我心谂，即系罚得咁样代罚得啲咩？即系如果你好似好紧张、好严重，即系要追究到，即系话搞错咧。即系唔系罚个本人，系罚个营运商，话你助纣为虐或者点？正常应该系啲超大件事，我谂就系罚镬金嘅，起码都即系一皮港纸啊，系嘛？几皮嘢唔好讲，一皮都少。即系如果你真系觉得咁严重影响，即系会影响个道德啊之类。咁点知系罚咩几嚿水？我黐线。咁咧就咁啊，嗰个营运商话咩好无辜。佢就话咩？我如果知道佢会除啊，我唔俾佢玩啦。佢就话，但系佢话咩？佢喺咩临跳嗰刻，突然间喺度剥，一剥完就即刻飞落去。佢话正常蹦珠针咧，佢话系即系正常系要嗰个人讲3、2、1先可以跳落去嘅。即系佢话佢其实都违反咗条例。咁佢话咩？而家好无辜啊？点解系我俾人罚啊？唔系罚条女啊之类咁样咯？咁啊，你哋点睇呢件事？讲真。先唔好讲话咩道德嗰啲，我觉得你唔着衫跳其实都危险啊！讲真，你有时嗰啲橡筋啊，即系嗰条救命索嗰啲，有时你吊住嗰啲咧，你有啲衫，我觉得都系保护自己，即系唔会磨损啊，或者点咯，即系有啲咁重要嘅位置，哇，靓到咁靓啊，系嘛？而且咧，你个你喺嗰、那个嗰啲原本人哋帮你扣好啲安全带啊嘛，跟住你突然间除，咁你除嘅时候唔知有冇戳到嗰啲安全扣，系嘛？你一嘢你嗰啲扯佢又偷鸡咧，又要快咧，咁乱咁除啊，成唔知有冇喐到啲扣，跟住可能一阵你除嘅时候唔小心系松咗个扣嘅，跟住你一嘢跳落去，你就即刻跳楼死，系嘛？再之跟住佢又冇，仲有喎，佢又未人哋讲话正常蹦珠针，人哋数3、2、1。即系可能我又要作最后一次检查性啊嗰啲，可能人哋根本未扣嘅，或者点点点，佢啊即刻咁样跳落嚟，咁啊完全冇，人哋都未做到所有措施，你啊咁跳咧，其实都极度危险咯。即系呢啲，尤其是玩啲高危活动，大佬啊，你唔系喺度玩啲咩啊？嗰啲简单斜滑梯咁，你做呢啲咁啊，可能啲友都算数话知你啊，大佬你玩呢啲咁危险，咁啊。再者就系点解即系唔着衫跟住咁样跳，即系佢哋觉得道德有问题。你蹦珠针咁高，大佬啊，即系周街啲人见到啦，话咩事啊？一阵人哋以为有鬼嘅，即系唔一定话咸湿嗰啲。讲真咧，你突然间见到个条友唔着衫咁样跳落嚟，咁你都会惊话咩事啊？咪嗰啲咩变态色情杀人狂，即系剥晒人光珠掉落街，都有呢啲可能性啊，大佬，系嘛？嗰、那个我唔知系咩，佢就咩华裔，佢话华裔也系香港人，佢又冇讲话系咩中国人啦，定点点点，即系姓甚名谁又冇讲嘅，咁我唔知道系鬼，即系有冇系 A B C 啊鬼妹啊定点点点，系嘛？又话咩着衫跳有几安全？
问你，即系起码着衫有冇咁摩擦劲咯，大佬你着人类点解发明衣服啊，大佬你自己谂下，点解唔继续好似原始人咁唔着衫？原始人都识要整件兽皮啦，系话保护自己啦，好似你着鞋咁样一样噶。吓、啊、你九百楼跳落嚟，你着鞋一样搭死添。你要咁讲嘅话，实系噶。啊，有得防嘅时候，梗系有好过冇啦，系嘛？你防御力加一点都系，系嘛？而且系而家系讲紧系磨唔磨你？有时你可能你跳落去嗰嘢唔系讲搭死啊，你有时咧嗰条绳揈嚟揈去，有时唔知揈咗去边，万一揈得劲嘅风大嘅，即系一嘢撞埋墙度。咁你有時會唔係話大大力拍埋佢啦，咁可能你都會戒親啊成啊，咁你有啲衫點都好啲啦，講真，聊勝於無，係嘛？係咪先？啊咩比堅尼防御力加幾多？防御力加 0.1 咯，嚇、啊、都係加啊，保都有得保護咪保護，可能有啲女戰好多啲胸戰定咩，即係想個胸大啲，咁咪防禦力加多啲咯。有五啊，心口俾人打中都唔痛嘅，啲戰就超勁啊！咁有好過冇咯，就係、是、我而家講緊呢個安全嘅問題咯。其實佢係黐線啊！講真，你咪做啲傻事啊！男，你唔好以為哦女仔得啊，男仔就試一下，男仔先大鑊啊！話俾你聽，你嗰、那個。你奔支針咧咁樣彈嚟彈去，你個龍珠咁樣一嘢向高咁樣向下挫，成粒一陣挫挫下，成粒飛咗出嚟，你就大鑊。講真，仲危險喎！女仔唔著衫跳，講真，呢一個係極度危險。你以為哦，女仔哦，心口即係有個胸部啊，咁墩嘅都可以做呢啲事，男仔都得啦，係嘛？即係仲安全，你就錯啊！俾你聽。极度危险啊！嗰日发下发下，随时成抽龙珠甩鬼咗出嚟啊！你一上到嚟，我点解咁痛嘅？咩事啊？嗰凉针针啊，下面你又见到成兜血或者点？话俾你听，所以呢啲嘢玩呢啲活动啊，即系尤其是呢啲高危嘅，有专人指点，一定系最好啊！听佢指示啊，唔好话即系自己懒叻唔知啊！好，喂、哎、呀，争少少啊，快一步俾到个友啦，睇下点啊，撞上去靓啊，好过嚟啊，再俾翻上去靓噶啦，呢一度中间劏穿咗噶啦，再俾照得啦，哇，咁样铲得咁靓，冇事，咁啊，大概就系咁样啦。咁咧，今日咧，我分享一啲事情俾大家听嘅。啊、我今日咧去、美国领事馆咧整嗰个办嗰个嗰啲 visa 嘅，系嘛？首先咧我系搭的士，首先我搭的士，跟住我都好早去嘅，嗰个时间朝早8:00要去到领事馆，咁我7:00我搭的士去，因为好鬼烦啊，嗰啲。嗰個領事館嘅位置啫，唔係咩地鐵站隔離嘅。領事館特別昂居，你search下全香港啲領事館全部。